嗨，什么东西？爸爸，赶紧小声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杨总把杨洋大院枪都交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可不咋的，杨家一交枪啊，那柳家、金家跟着他全都交了。是是是，杨总啊，他不是个胡子，好歹是个当兵的，咋能干这种没屁眼的事？嗨，这杨雨田一死啊，这杨家可真是不中用，一个杨老弯，一个杨宗，竟给祖宗牌坊上抹黑呀！嗨，当年百步穿杨的快枪手啊，都看日本人的眼色了。咱还混个啥？得，交吧，交吧，交吧！我就不交，脑袋掉了，完大了，罢了。看那日本人咋的，我也不要。当地户没枪，咋活呀？哎呀，这是。来来，吃吃啥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吃。潘三，这盘棋你可得想好了。大总，这下如何？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布局，简直可以说是神机妙算。潘三，你研究过军事？我对军事没有兴趣，我只研究过棋局，在棋盘上研究过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。好，说说，你们日本人呢？缜密、严谨，但疑心重，经常手鼠两端，举棋不定。那中国人呢？我们有激情，有杀气，智慧敏捷，但是也是破绽颇多呀。还有一个境界。是我们都难以达到的。什么？空灵。空灵？哼。潘三，你看这一步如何？大嫂，你这是要……我要朱长清替我灭了鲁大，我诸葛亮城楼观景，笑看一片纷争，这就是空灵。少爷，你咋的了？咱家的枪呢？这枪呢？少爷，二老爷他……少爷，你这个老奴才！少爷，你当时没在家，我就自己做主了。你这个老奴才，你凭什么在我的家做我的主？啊！对了，滚，滚，滚，少爷，滚，少爷！食料倉庫の位置は分かったか？はい、分かりました。
苗红，苗红，苗红。好嘞，好嘞，青山，我来马上。好的，好，好的。什么人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着火了！哎，弟兄们，快来呀！那边着火了，快都快处理人呐！你们，哎，着火了，快点！弟兄们，着火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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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长，你看，要吃粮食哪里去？老爷领上了找武大，武大，小郭，回来了，吃饭了。妖公，是我不好。吃饭吧，要不待会儿该凉了。哎，鲁大老窝是在这儿吗？没错，老虎嘴的山洞就在那儿。我妈非得灭了他。走，弟兄们，走，弟兄们。追你了，朱长青带着东北军把那山洞给围了。啊，老妈，是不是那儿啊？对，前面那就是。弟兄们，跟你说了啊，一会儿把山洞给我团团围住，杀一个胡子赏十个大洋，把鲁大脑袋给我提了回来，我赏你们一百个大洋，听见没有？听。一冤二国仇，交火盆。弟兄们，没有别的出路了，只能拼个鱼死网破。从现在开始，三个人一伙，相互掩护，各自突破。听到三声鞭响，马上向我靠拢，听见没有？听见。冲！冲！
そうか。大地さんは分かってたのか。全部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はい。ないよです。给，嗨！你个王八蛋！你种你的大金钩，我带我的老爷领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什么偷袭我？啊！鲁大，你少他妈给我装蒜！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你他妈晚上呢？你带着你的人，拿大枪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！鬼子来了！啊，有多少人？好多呢，满山遍野都是。你把鬼子带来了？我他妈没带鬼子上来啊！回头再给你算账。弟兄们，跟我走。团长，咋整啊？怎么他妈会有鬼子呢？就是。撤，走！弟兄们，撤，撤！老婆，鬼子是从南坡上山的，带着弟兄们从北坡绕到机关岭，在那汇合。快，大当家的，北边雪山山都齐腰深了，人过不去，过不去得过。那行，你给弟兄们先走，我断后。你啰嗦个啥？快滚！快！跟我走！朱长兄呢？你说他人早跑了。哎，那个巴子的，让我给他当子弹了。开枪！开枪！开枪！搜查枪支，搜查枪支，在谁家里要搜出枪来，核查无论。胡军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太君，这你不能打，太君，这当令官。哥，哥林子，啊，你们干啥呀？奶奶，你老了，你们怎么偷的好东西？奶奶，小媳妇儿，你老了。什么？二当让他们抓走了？这咋整啊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少爷，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日本鬼子杀了二愣啊！可咱手无寸铁的，怎么救？
那咋办？眼下只有一个人可以救二愣了，卢大。对，叶公，快去来领赵卢大，快去！哎呀，告示都贴出来了，那个让全镇的百姓到镇南戏台集合，北泽豪怕是要大开杀戒了。你甭管了，我想办法拖住日本人。嗯，你快去。好，快去。大家都听好了，皇军有令，大伙都到镇南戏台的下面去集合，男女老少统统都去，只要谁胆敢违抗，一律严惩，绝不留情。大当家的，这不对呀、啊！不对了，你领着弟兄们转了三天，咋又转回老爷领了？老包啊，你说鬼子撤了没有？应该撤了吧？要不在这冻着等死啊？这么冷的天儿。走，先回山洞，把咱们的粮食运出来，再另找个地方安营扎寨。好嘞，干什么？喂，老爷，走。走，赶紧把粮食运出来啊！弟兄们，快！卢大，卢大，有功，快救救二愣吧！二愣，都去了，都去了，都去戏台上集合，看看你们私藏枪支对抗皇军的。河水站长，都去了，皇军要出动，对抗皇军的河水站长，走，对抗皇军的河水下场。呀，杨少爷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啊，又喝多了？来来，老少爷们，我再弄一边来，快快。杨哥，你想干嘛？想带头对抗皇军啊？北泽大佐，中国有句老话，叫打狗欺主。二愣是我杨家的佣人，纵使他有千错万错，也应该由我杨纵来发落。你把人给我放了。杨大少爷，不是我要杀人，是有人逼迫我不得不开杀戒啊。不就为了这猎枪吗？这支枪是我们杨家祖传的，它仅仅是谋生的工具，并非武器。这个常识你不会不懂。
你们日本人不是想占领中国吗？如果连一只老掉牙的猎枪都害怕的话，那我倒要怀疑你们究竟能在中国待多久。王栋，你胆子够大的，别以为出身名门富贵就可以放肆，把皇军惹恼了照样让你脑袋搬家。当兵的从来就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，现在不当兵了还是这毛病，啥都怕，就是不怕死。杨大少爷说话很有游戏感。北泽豪，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我是。既然说到游戏，杨大少爷，我们赌一把如何？咋赌？据我所知，你杨宗的枪法不同凡响，棋艺也非同小可，可以和张学良在黑白之间谈经论道啊。你怎么知道？贵夫人曾经在我那里无意间动过我的棋盘，她御旨轻挪一子棋石破天惊啊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感悟到棋盘的无穷魅力。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，杨大少爷，你的棋艺当不在贵夫人之下吧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我赢了，你把二愣给我放了，如果我输了，二愣的脑袋归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全镇的老少爷们作证，输赢胜负，一拳定江山。下！下！杨大少爷，棋逢对手，这可是大境界。你我喝喝酒，助助兴，如何？拿酒来。这是什么酒？我们日本的清酒。
寡淡无味。咋了？歇歇脚，喘口气吧。再跑马就不行了。人命关天，喘啥气儿？快走，驾！到他们跟上，驾！驾！杨大少爷，该你了。杨大少爷，你怎么把自己的黑龙给破了？少爷，小日本酒里有药。记得在北海道的时候，你最爱听这首曲子，莫扎特的21号钢琴协奏曲。那时候外面下着大雪，屋内温暖如春，裹着棉被喝酒听，很感动，想流泪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真好。想梦，想梦，这种日子不会再来了。你不知道那时我多崇拜你。哦，
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学医，结果考上了东京国立医学院。那你的导师是谁？山本博士。那也是我的导师。是吗？嗯，真是太巧了。来，为山本博士干杯。干杯。川雄君，我总觉得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，想家了。母亲来信了。这是好事啊。中国有句古诗，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，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情啊。母亲在信中说，何泽来中国已经一年多了，而且他走的时候坏了我的孩子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张雄君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不说这些了，不然你又该骂我软弱，不像天皇陛下的军人。大佐，你为什么要和杨宗相对盘棋？你完全可以直接杀了那个私藏枪支的年轻人。为什么要我杀呢？借杨宗的手不是更好吗？杨宗杀了那个叫二愣的年轻人，就等于杀了他自己。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能赢那盘棋呢？九。杨宗嗜酒如命，酒量也很大，但他大意。我们日本国的清酒后劲儿很大，杨宗这个倒霉蛋，他的悲剧就在这里：自信、轻狂。他不仅害了二愣，也害了他自己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来，大佐。好的孩子，说没就没，还没娶媳妇呢。天杀的小日本鬼子，就不让咱过安生日子。咱招他惹他了，招他惹他了。这少爷也是，那盘棋他咋就输了呢？他要不输，这二愣子不也就活命了吗？现在人都说了，是杨宗把二愣杀了。哎，少爷以后就更难了。皇军有令，大小进宫，从现在开始就要实行禁言了。不许杀入成群的，聚众扎堆。啊！聚众扎堆。
交头接耳，不许议论纷纷。若谁胆敢违抗，格杀勿论。又接啊！明天还要给二愣发丧呢，我看是发不成了。别怕，这小日本不就是能杀人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把大金沟的人全都杀光。越怕他，他就捋杆爬。别管他，咱不好好送送二愣，这心里能安生？妈，明天发丧的事儿都安排妥了吗？妥了，明天的丧事照办，一定要办得体体面面的，要比杨老爷出殡那天还要隆重。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让小日本看看咱中国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。这么黑咋不点个亮呢？这刚才啊，我到二愣家去了一趟。哎呀，好端端的一个家呀，说完就完了，就剩一个瞎了眼的老奶奶。哎呀，这日子咋过呀？你说，镇上啊，好多人都去了，挨家挨户的。都捐了钱，还商量着如何厚葬二愣呢？你说这人死啊，就像灯灭了，活不烂跳一个小伙，说没就没了。哎呀，厚葬有啥用啊？哼！什么人？是日本女人。哎呀，他妈的呢，咋回事啊？我去套袍子，谁知道套一日本女人？咋他妈这么好事？这整呗？没敢整，怪吓人的。你他妈笨蛋，你放县城了？你他妈不整，我怎么不信呢？你行了行了，看看去。走，给我去看。你说你是笨蛋。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人呢？刚才明明在这趴住了，这现在怎么没了呢？在他妈哪儿？在他妈哪儿呢？啊！我看你是不是搁山上憋时间长了，把眼睛还憋花？我刚一会儿没女的，我削死你！我。
大当家好像真有生人味儿。分头找。是。好了。真是个日本娘们啊！看来山神爷托梦还挺准。来，我瞧瞧，小模样还挺俊。来，掀个嘴儿。大当家了，山神爷规矩，谁先得到猎物，谁先过手。这么的，你先带弟兄们先回去，我整完这日本娘们，我马上我就回去。就知道这。畜生了你！带回去，想来再说啊！快点！啊！